节目是用艺人们在异乡来挑战不可能的任务，他们必须运用最少的金钱及靠自己的劳力来换取住宿、餐饮或旅费。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在严峻条件的考验下，看看这些平时娇生惯养的艺人明星，他们能够靠自己的能力生存下去吗？第二弹，泰国。四季如夏，三月份平均温度32度，台湾三月份平均温度18.5度。在这炎热的异乡，艺人们能够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吗？哇，热毙了，热毙了！第一位参赛者杨子怡，吴一佩，嘿嘿，我又出现了。第二位参赛者吴一佩，再来啊！我这次自愿报名参加。你干嘛要自愿报名？上次不是韩国就感冒，回去以后不是还生病？对啊，可是啊，你知道上次的节目播出之后啊，网友都说我是娇娇女啊，然后形象很不好，所以我这次为了要平反一下，所以我自愿参加。而且杨子怡的粉丝对我很凶，一直在骂我说我在节目上一直骂你。不要去戳我啦，啊，本来就是，啊，不要啦。我要跟大家稍微澄清一下，就是其实吴一佩他个性没有那么就是这么差，只是因为上次我们韩国啊就是太冷，然后他又感冒，所以他才会就他因为他个性比较直嘛，所以讲话就会比较冲一点。好好好，不要解释，不要解释，不要解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对我没有成见，越描越黑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对我没有成见，而且你还知道来泰国要穿拖鞋，对呀，因为泰国很热，所以大家要穿拖鞋，而且呢，准备好了，对我已经决定好了，干嘛？我这次不要跟你同一组，干嘛？干嘛这样？我们不是有革命情感？因为啊，我要帮自己平反了，而且为了不要再被你的粉丝戳了，所以我决定我要跟你同一组。除了这两位之外，剩下的四位参赛者会是谁？就在制作单位连哄带骗之下，其他四位参赛者正坐着制作单位的专车缓缓地开过来，而首位下车的就是第三位参赛者宝卡卡。你有在看我们节目哦？这样不是吗？泰国哎，完蛋了你！完蛋了，没关系，你来都知道，你来都知道，你来都知道。本菜，我先你们进去逛啊！不是，我们上次有出过啊。第四位参赛者郑凯东。嗨，你来做外景哦？对啊。你怎么会来这边？没有，公司跟我说这个外景蛮好玩的，而且呢对泰国爽啊，所以我就来玩了。公司拍片酬很超，多超啊！旅游节目就是介绍一些五星级饭店好吃好玩的。台中，台中就知道，台中台中。自己唱歌有点开心，越来越好玩。你干嘛这样啊？讲到底是怎么？好啦，进化。第五位参赛者咬牙舞。吃喝玩乐又有钱赚，对，又可以逛街，对啊，我超来泰国，我觉得你非常有一种亲切感，真的吗？你来吗？你来发展非常有钱啊！我知道，人妖晚上不要那么，不要这样子嘛，你可以做秀，你怎么这么坏吗？过分哎，你们。第六位参赛者纳豆。那我们叫一下哦，好累啊，这边太热太好睡了吧，超热的，最近发福了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怀孕还没生出来啊。今天呢我觉得这太开心，因为今天来这边我们经纪公司可以终于可以摆脱一下工作，没有人问你为什么突然就下车，对，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好奇啊，你怎么来这边？没有，我听说上次你们去一个节目啊，然后就很紧张，然后又要工作，然后又要跑票，又不能花钱，太可怜了。对啊，今天我们来的时候也来玩的，你都知道哎，对啊，你都知道哎。那你看，你看到我又看到他，你觉得会有什么联想吗？你们在一起了？没有，不是，还请你装哎。我跟你说，我搭档，现在在那个节目，什么屁啦，真假的？大暴走啊，大暴走啊，是大暴走。牙都知道了，干嘛？他在跟我讲，你要干嘛？他是这样，你干嘛？学校最多想被他抱怨，真的，别想，屁啦，别想，你们只有抽筋，我才不要这一次
次泰国大暴走是由怡佩、纳豆、瑶瑶、子怡、凯中、宝咖咖这六位来参加，马上就来进行分组抽签。而在经过分组之后，确认红队的成员有怡佩、纳豆、瑶瑶，白队则是由杨子怡、宝咖咖和郑凯中组成。而这回明星大暴走的挑战规则则是每队一天只有150元泰铢，红队必须先抵达华欣，白队则需先抵达帕塔亚，再回到曼谷市饭店的游泳池。率先到达的一队即可得到奖金100,000元。现在我们手头上有150元，真的很少哎。照我的了解呢，我们要从这边到帕塔岛的车队还是100多块。泰国很熟哦，还不错啊。你常来吗？我常来啊，不然他怎么会叫我来这个外景呢？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够啊，一个人100多块，上一次就300多块。上一次我们大概有600块，但这次只有150，150怎么够？你说100块是一百多块泰铢，对，一个人哦，一个人，所以我们三个人加起来300多块。那怎么够啊？没有啦，其实基本上他们这个游戏节目的游戏规则就是要打工。打工，泰国最有名什么？摇。摇摇。刚刚我讲的。被发现了。喜欢的人要怎么样去看秀吗？我们这钱都不够，还要去看秀？我说去打工。主人妖，你又不像你乱主人妖。怎么是我？我们两个。我们两个是男生，但这么高这么大一只，我们不玩。我跟你讲。就是什么苦力什么东西我都 OK， 但是堂堂的大男人你要扮人妖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人妖是有手术，切除掉的，让我们穿的那个人妖怎么办？我搞不好去擦擦桌子什么不一定啊，我去那边问看看。搞不好做威尔也可以啊。可是我们又不知道人妖在哪里，人妖店在哪里？对啊，我没去过，看过而已。南部人、台南人，进香团有没有听过？我妈进香团啊，还要跟我讲说什么金通尼还是金？他确定的？叫什么都不知道。问一下就好了。哎，我10块，10块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在电视上面那形象是这么清新，然后你家女孩你怎么会想这么恶毒的东西啊？哇，夸张哎 ，OK 啦，因为人妖秀的那附近应该很多观光客，搞不好我们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做，对不对？不一定要卖人妖啊。我怕被吃到。不会，走啦，我们问一下就好了啦，去那边看就知道了。好，够了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就问看。老婆，老婆。他讲说扮人妖的时候，我想说他胸脯干嘛？妈，这边又没有公车站牌，又没有要怎么去呢？而且我们只有150，所以我们不能乱花钱，不可能搭计程车啊，太贵了。问一下啊，哎，这边有一台车，你问看这水果摊，知道那台车是什么？哦 ，Hello， 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you know 什么？什么东西？金聪尼。讨价还价之后，以99元的费用坐着水果摊的货车前往金东尼人妖秀场了。十块真的很拼哎，啊，一餐就不止150块，真的一个猪仔一个这边。对啊，150块。这样去华兴去不了吧？我们的终点是去华兴嘛，所以我们现在一定是没钱嘛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每一站都要打工。华兴离这边很远，是不是？很远啊。那我们刚车钱也不够啊。那我们现在在曼谷。哎，你不是有来过曼谷吗？
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打工的、啊？附近有没有赌场之类的？不行啊！我知道，曼谷这附近有。